接下来我们打讨伐战。啊，知道什么是冰州吗？不知道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新珠盾，哇，新珠盾就完了。遇到新珠盾，巴龙就没办法解了。这什么东西？技能回复，强化珠 1.5 帅。这什么东西？水火木是不是？没有火，水火木好，有都有都有了，带走它。哇，一开始那个转盘直接转到三属强化，哎，也太晒了吧！这就是我的作秀第八关。第二频道的开头影片好可爱，哇，谢谢你。五属是不是？没有五属啊，水的、火的。光的，火的，有了！这什么神秘的咒语？念念就都有了。哎，我是不是开那个天马流星拳？天龙座？哎，它叫天龙座还是叫什么？随便，不是很重要。你的名字我忘记。有附加效果消除，哇，那这对就是赌不要遇到啊，遇到就很惨，遇到我直接生气压起来，我直接生龙活虎。好，哇，抽到我是啊，哦，真假的，好猛哦，第十一关，什么东西不能消暗珠是不是？还是怎样？我觉得水珠是暗珠啊，什么音？哦，消除场面上所有暗珠。OK， 完全误会人家意思。第十二关，这就是我要的十二关。可以看到一下的伤害很弱，可是你有三下的话就不会很弱。讲什么？就是那个三人成虎啦。哎，带那个不错呢，攻击三倍那个家伙，没败哦。他到底叫什么？我还是想不起来。如果这队遇到一不就直接去了啦。七康这种哦，轻松啊。好，反骨粉拉东哦，拉东好饿哦，说到拉东就想要拉面，就饿。等一下我想吃拉面。原来是天龙来的天龙拉面。屁还烧什么烧？我今天一直骂那个角色。拉东感觉是一种菜。也是哦，它木属性的，所以应该是一种菜吧。我比较接受这个说法。什么东西啊？水火木是不是？啊，很凶。什么？要火强化？你按那刚丢。啊，这队没有火，我诸位怎么办？一颗哈。让我过，让我过。水火木火强化有了，拜托让我达到王冠啊，拜求你了。
网关的技能到底是什么啊？有人知道吗？什么鬼啊？什么鬼鬼？同是龙类人，赶快闪一边，让我见王冠。王冠到底是什么？不能消光啊！简单啦，我朋友都不能消光的。什么拼图盾？按属性伤害减少至25%。好，我大概看了一下，大概瞥一眼，越来越长了那个技能。反正就是爆发全开啦，对包龙队来讲是这样。够啦！哇，伤害非常够。哎，感觉那个打的那个时间差不多是这样。好。我看一下我的进度，哦，100%，哎，又是这个什么东西？哦，没事没事，吓死我了。